咱来祈祷哈。满有恩惠的上帝，人活着唔仅是靠食物，也是靠你嘴所出的话。阮腰果心无低顶的米粮，就是迄个养饲阮，予阮有永远活命的。由你这个时阵偷放你的话，阮奉道成肉体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我今仔日要讲的题目，就是讲甲人同在的上帝。后尾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哦，是因为甲人同在的上帝是要拯救世间人，这个是会当拍动咱现在人的心的这个信息。人讲一个树叶啊，若落来，咱就看知影讲上天已经到。我却看到讲一粒果子落落来，我想讲修行的时阵是特别高。我看当今世界的局势，我咧想，迄、那个福音的大爆炸是有可能。啊，所以我讲这个题目是要爱咱大家，迄、那个工具要准备较济咧，哪准备较大咧？咱通好去修行迄个福音的果子，咱就要迎接这个修行的机会。啊，最近我有听到迄个广播电台咧讲，讲世界的人口讲51%，伊出世的所在，甲伊现在咧住的所在是无共，伊出世的国家甲现在咧住的国家是无共款。所以我就想讲，这个世界的这个人口的流动性真大，因有需要有迄个流动性的上帝，就是讲，因无论伫倒落，上帝也是伫倒落，底下甲因同在，是这款流动的上帝，佫是这个移民的上帝安尼。啊，我嘛有对这个。广播电台咧听到讲，伫美国国内人口的移动性嘛不止大。伊讲吼，伫美国国内，讲这美国人一个人一生，讲平均搬厝5摆。啊，佫讲吼，美国人一生平均讲入院6摆，入去病院吼，伊治疗6摆。其中共有5摆有医治好，啊，会当倒去厝里。啊，第6摆煞无医治好，煞着过最后的1摆搬厝安尼。所以我就咧想，是讲，咱若有一个甲人同在的上帝，咱无论搬去倒，无论搬去倒落，伊嘛是伫遐甲咱同在。搁咱住伫病院。伊嘛是伫遐，甲人同在。搁咱最后1摆，安尼袂当倒去厝，就爱搬厝。啊嘛是伫个稳定甲慈悲个下面。哇，即款个上帝，毋着叫你叫你较好安尼。所以，我今仔日是要甲大家来看咱个列祖，咱个迄个信仰个祖先阿伯勒罕、雅各，甲即个摩西。因所经验的上帝，是毋是迄个甲人同在的上帝？啊，我最近人拢会甲我讲，讲我若咧讲道理，啊，话长拢着爱讲一半安尼吼。我今仔日我要互大家讲一半较加吼。咱要来看这个，大先，咱要看这个。阿伯勒罕，伊是原名是叫做阿伯勒罕，伊所经验的上帝是啥物款呢？是迄个甲伊同在的上帝安尼吼。咱即马吼，安尼对倒边开始，啊再正边一边读一句吼。啊，我知影讲这是。即个圣经在咱咧用国语写的，啊，台语真歹讲，但是无要紧啦吼。咱安尼就
照安尼读咧，用国语读嘛不会好紧安尼吼。OK， 咱对这边对这边开始，这边开始啊。故乡亲属，甲你爸家，去到我所支持你的所在去。一，我要予你，叫正道尊，要兴盛大国，我要赐福予你，予你有大名望。安尼，人要因为你受福气。阿伯人七十五，这边，哦。阿伯人七十五岁时阵，阿伯人带伊个父亲人杀来，甲伊伫咧路顶，以及因伫黑人所有财物甲所有奴隶，往迦南出发，因到迦南遐，阿伯人。来到时间的所在，摩利的性情是上主恩白的人向人对讲，我要将这片土地做你的后代。阿伯人伫遐为着那些人的问题做圣坛。啊，来五啦，来到八点二十。嗯。当兵靠近爱，伊遐扎营，搁建一座圣坛敬拜神。以后伊渐渐南边移到家人所在。这个阿伯的汉伫。哈、哦、啊！就是阿伯人，伊伫七十五岁时阵，听上帝讲，你着去，你着移民去迦南的所在，爱就开始流动。伊深知讲上帝是甲伊同在的上帝，啊！伊伫咧旅行的中间，有经验着讲上帝甲伊同在，上帝拢常常对显现，啊，佮伊应允，讲你的子孙要得到土地。唔，那是安尼，这个上帝啊，佮甲因显现，啊，甲因号一个新的名，啊，予因有新的开始，能够开始，啊。我要甲你立约，哦，你有真侪囝孙，阿伯人拍伫地上，上帝佫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侪民族的祖先。对现在起，你的名无佫再阿伯人，是要叫做阿伯人拍。是，嗯，一个教老爸意思，因为我甲你立要做真济民族个老爸。嗯，那是因为做无教育造成一个国家，因为中间也出了功。上帝，上帝对阿伯的汉讲，你唔当阁叫你的某杀来。伊个名就叫做撒拉，伊要赐福予伊，伊生一个囝，我要赐福予伊，予伊成做万国个老母，伊个后代要出君王。所以，这个阿伯勒罕伊真有信心哈，伊深知讲上帝叫伊着爱去。去移民去迦南，啊！伊知讲上帝会甲伊同在。咱即马要来看，看雅各的上帝。即雅各的上，雅各伊是无相信讲上帝甲伊同在。毋过后来伊煞发现讲上帝甲伊同在，伊煞着一惊安尼哦。
那咱是创世纪第十八章，第十节这边，好来。日落时阵，伊来到一个所在，伊遐过，伊搬只石头做枕头，倒伫遐困。伊望见一个腿对地上探到天，楼梯顶有上帝的书架，顶下落往来。伊看见上帝家己的对讲。我是上主，是你的爸，他也做阿伯的汉的上帝，跟以色列的上帝。我要将这个土地的心思给你后代。你要亲像，你要亲像地面的土沙粉，遐尼济，东西南北扩张伊的领土。我要吃到。因你，阿你后代祝福世界各国。我要甲你同在，无论我，你只讲，我要甲你同，我要甲你同在吼，啊，无论你倒位。我拢要保护你哦。好，一个醒来。伊就真惊，佮讲这个所在哪里可畏？这一定是上帝家，是躺伫天顶的门户。第二日，我搞起来，将伊用做枕头的迄块石头，夹做纪念碑，伫石头顶来解压迄个油，献了上帝。那这就是阿国，伊是离开厝远远，伊想讲伊离开上帝嘛真远。啊！伊无想着讲上，伊无想讲上帝甲伊同在，结果上帝甲伊同在。啊，唔呐是安尼，佮伊讲，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保护你，佮要赐土地予你个子孙。最后，咱要看即个摩西所经验的上帝，即个就是讲上帝亲嘴，甲摩西讲，我要甲你同在，啊嘛要甲即个。以色列人同在安尼吼，这是甲一个上帝亲自对摩西讲的吼。来，我算啥物？我怎样到埃及的王遐，要将人解脱出来？上帝对讲，我要甲你同在。伊要带一切的人做埃及，要伫山顶敬拜我，这就是我你。摩西讲，我要，你，什么？我要怎样回答？上帝讲，我是。四行将，哇！咱吼，咱来看到这段圣经的迄个背景，这个即马吼，摩西已经唔是家己的同胞，住伫这个埃及，阿妈唔是。伊毋是住伫迄个埃及，啊，伊是住伫米甸人的所在。啊，这个伊无想着讲上帝恩义显现，总是上帝实在是恩义显现，就是伫这个 burning bush 迄个咧火咧烧的迄个灌木顶面，上帝恩义显现。啊，伊看着讲迄个灌木那直直烧，啊，拢袂去哦烧去安尼吼。啊，伫上帝恩显现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，
讲你着去登去埃及遐，将你将这个以色列人来带出埃及。啊，这摩西讲讲这哪有可能嘞？我要安怎会当带这个这大群的人啊出埃及？摩西讲，这个上帝讲讲，我甲你同在，啊，你着会使。然后吼，这个摩西吼，大概是住伫外邦人的所在，伤久啊，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外邦人的所在吼，是多神的所在，有足侪神明吼。啊，每一个神明拢有一个名，安尼人则袂讲叫唔对去，要叫一声走一声吼。所以每一个一个神明拢有名啊。啊，通好予人叫安尼，啊，总是吼，这个上帝伊是独一的真神，伊唔仅是无形无踪，伊嘛无需要啥物名吼。所以当这个摩西吼，伊住伫这个外邦人的所在，住伫个多神的所在，伊咧问讲上帝啊，你的名是啥物？啊，其实伊较客气，讲我若登去我的同胞遐。啊！要甲因讲，我要带恁出来，是迄个上帝找我来，要甲恁带出来。啊！因若问讲，啊，迄个上帝名是啥？啊，我要安怎应？啊，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神，伊无形无踪，伊嘛无需要名，所以这个上帝甲伊回答是真趣味哈。咱若看到这个。一个英文的一个标准本就是讲，咱圣经是用古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啊，标准本的英语标准本就是讲，伊翻译个真实吼，迄信达雅真实吼，啊，人那是唔捌原文的人，嘛通好根据这个英文的圣经来做学术的研究安尼。啊，所以咱来看标准本安怎讲吼。咱来看标准讲，上帝对摩西讲吼 ，God say to Moses, "I am who I am." 哇，真奇怪吼。啊，唔然安尼刷嘞，因为在咧讲啊，我呐去一个阮的同胞的所在，啊，要甲恁出来出来，啊，那问讲你的名是啥物？我变作讲，所以伊个伊就讲。God said to Moses, "I am who I am." He said further, "Thus you shall say to the Israelites, 'I am has sent me to you.'" 意思就讲讲迄个 I am 诶啊，找我来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咱诶中文圣经，那是迄个古早诶和合本哦，是讲迄个自由应有诶来自由，我是自由拥有。啊，你甲你的百姓讲，迄个自由拥有的上帝，找我来伫恁家。啊，若是看现在中文的，有部分讲是创始成终，我是创始成终的上帝。啊，迄个是迄个创始成终的，找我来到恁家哈。这个 I am who I am， 希伯来文。我是用个罗马的拼音吼，甲写出来吼，讲 Ahia Asia Ahia， 讲 Ahia Asia Ahia 吼。我安尼咧讲，是因为咱的现代中文译本有搁写讲，这个创始成终的上帝啊，甲这个亚尔化的音真共，其实就是讲迄 I am 吼，迄个 I am。甲亚和华，甲咱所咧讲个亚和华真相像，这个 I am 就是 Ahia， 啊，亚和华是亚伟，但是唔也是甲咱心音真相像尔尔，其实这亚伟就是讲 He is， 啊，就是讲上帝，那家己咧讲伊家己个，就是讲 I am who I am， 啊，那是咱咧讲上帝，就讲 He is who He is， 所以这亚伟亚和华就是 He is 安尼意思，安尼吼。不过，伫遮我要甲大家，要希望大家要特别的注意，就是讲，
这个英文还是希腊文的 be 动词哈，我讲希腊文、希腊文哈，是因为迄第一本将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翻译做外国语文的，就是希腊文啊呢。啊，这个英文加这个希腊文的迄个 be 动词 verb to be 哈，迄个 be 动词加这个。希伯来文的 be 动词有无相像的所在哈？这个英文甲希腊文的 be 动词，伊有迄个存在的意思，啊嘛是有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讲在场的意思，是讲 I'm here, I'm there， 后迄个在场的意思安尼哦。啊，那是咱的和合本的圣经讲。我是自由拥有，我是迄个自由拥有，啊，迄个自由拥有找你来吃。迄个是咧讲迄个存在迄个意思，伊是对英文翻译过来是存在意思。啊，是讲啊，我是创始成终哈，啊，迄创始成终找我来。迄个原来是将这个 be 动词，甲解释做讲是存在哈。但是希伯来的 be 动词是讲在场的意思，所以迄个 I am， 咱若搁加一字吼，若讲安尼讲，无一定着爱信，啊有着爱打搁赢吼，咱若搁加一字，迄个意思就证明，就是讲 I am with you 吼 ，I am who I am with you， 就是讲你无论伫倒落，我拢伫倒落。哦，啊，我拢唔捌缺席，你若伫倒落，唔捌缺席哦。你若伫倒落，啊，我就是倒落，啊，拢是要为着你，为着要拯救你啊呢，安尼意思。这个伫阿伯的汉时代，诶，这个以色列人，因是迄个游牧民族，是饲羊啊的民族吼，啊，因是一所在过一所在。啊，因所敬拜的上帝就是会甲因同齐安尼盘算，哦，上帝要做因，诶，伊上帝引出因，啊，上帝也要保护因，因搬去什么所在，上帝就是甲去什么所在，嗯，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是迄个刷会盘算会刷叮当的，会叮当的上帝吼，所以安尼吼，所以。才有一个新面具，甚至安尼讲吼，哎，我今麦这是伫倒个那看，哦，啊，对哈，这我原来是从一页，现在变成两页哈。你看迄个 he 啊，就是讲 I am， 啊 ，Yahweh 实在就是 He is 哈，嗯，啊，我咧讲这个。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，因是叮当的上帝，所以因有这款的 expression 哈。这新命记第三十三章二十六节，甚至讲上帝天分教务哈。啊，你若有危险的时阵，啊，上帝的天分教务来甲你拯救安尼哈。所以哈，这个就是讲。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就是会当在因的面前开路，啊，会当在伊的后边来保护。所以就是讲，阿伯勒罕要伊根本都无想着讲伊要去做移民，啊，上帝都咧甲伊带路，就甲伊讲，你着去迦南做移民。啊，这个、阿伯勒罕对上帝真有信心，伊就啊真正着。规家伙搬安尼组织做伙，啊，就搬去迦南安尼。啊，伫这个路上，上帝嘛咧保护伊吼。所以这就是伊这个阿伯拉罕伫倒，啊，上帝就伫倒，咧保护伊的上帝安尼。另外一方面，咱也看到讲，这个以色列人咧出埃及的时阵，讲有云条、火条伫因的头前来这个引出因的路，啊，后分条火条在因的后边，伫咧甲因保护安尼。所以上帝就是人伫倒位，伊就人伫倒落，伊就伫倒落。啊，伊是要为着人的好，甲因同在。啊，伊拢唔捌缺席。这款的上帝就是 I am， 啊，就是 He is， 还是讲 I am with you， He is with you，
这款的上帝安尼。我咧看这个世界，这个流动的人口哈，啊，我咧想讲，这个现在的人伫咧移民哦，甲古早的这个饲羊的民族，讲咧找有水的所在，甲有草的所在要去哈，拢是同款，拢搬山拢是为着讲要找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安尼。也是较好趁食的所在呢。我下伫细汉的时阵，我的兄哥伊是一个工啊人吼，啊伊伫庄卡，迄工课也无遐尼济，啊工价也真低，啊所以伊就有一日就咧想讲，伊要去台北，要去基隆安尼，啊是安怎呢？伊讲都买那无食香草袂肥安尼吼。所以咱也看报纸吼，啊，咱看最近也看到真济悲剧，就是在北非洲的人，啊，是讲是毋是是印度、斯里兰卡，啊，是讲这个马来西亚的人，啊，因想要去澳洲迄个食香草吼，啊，结果因啊上船，迄船顶迄个咧驶船呢。就是人口贩子安尼吼，就是咧卖人口的人。结果因拢船也未到的时阵，啊，就船先并落去，啊，人就死去安尼。啊，嘛有真侪人吼是救死一生，啊，才到迄边的海岸，就是澳洲的所在。啊，去到澳洲的所在嘛，就爱不止真奋斗，啊，就爱不止真侪的条件。才有法度底下生存安尼，所以这个人吼，伊心肝的确伫咧想，的确伫咧意爱讲有一个迄个甲因同在上帝，通好帮助因经过这个艰苦的代志安尼。所以我伫遮就看到讲，有一个福音大爆炸的机会。咱那咱这个51% 的这个。移动的人口啊，就是移民。因若来信这个甲人同在的上帝，就是独一的真神。因的知识真高吼，啊，因的信独一的真神，因袂阁去拜神拜偶像。啊，那51% 的世界人口变作基督徒，哇，这是福音的大爆炸呢。啊，我们来看台湾吼的情形。我嘛看出一个机会，我伫细汉，阮庄卡的所在，啊附近迄个庄卡，阮德堂，中华德堂，啊庄卡所在附近有一个牛条啊，有一个所在叫牛条啊，啊牛条啊遐有一间牛条啊庙吼，啊庙内有一个庙公，啊这个庙公伊是八字的，所以。人若去抽签，啊，伊有法度读迄签诗，啊，甲人解说迄个签诗的意思安尼。啊，当时庄卡吼，迄个五百字的，是大真侪人拢五百字，啊，若要写批拢无法度写，啊，就去拜托伊，啊，伊就替人写批安尼。啊，毋是安尼，因为伊较捌字，啊，干嘛拍较捌道理吼，所以即个庄卡人若有啥物纠纷啊，有啥物纠纷？啊，就是走去底下，啊，互伊帮站到排解，啊，到和解安尼吼。所以，这个庙寺伫当时是算作一个讲地方的势力安尼。啊，我常常骑我的破脚踏车，啊，去迄个庙寺对啊，望所望看安尼。有一日我去迄个庙寺的时阵，煞看到讲迄个庙公那无底下安尼吼，啊，煞看到。讲坐伫迄个庙公的简单的座位甲桌顶，是一个退伍的军人安尼。啊，毋也是安尼，壁顶阁写一个字，写讲这是民众服务站安尼吼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安大概是咱这个古调啊，比较特别安尼。毋过以后我才知讲，都嘛毋是干那古调啊，比较安尼，全省各所在真侪庙吼，拢迄个。官庙公的代志啊呢，所以这个庙吼，
原来是一个地方的势力哈，啊，迄、那个比如讲，一将赶去变作，是替我军人的时阵，就煞变作是当时执政者的势力啊安尼。伊底下一方面是咧做兵政服务啊，一方面咧监视遮百姓的行动安尼。啊，这个表示无偌久嘛，会甲这个台湾的财团挂钩吼，甲和财团安尼各种的利便安尼，啊，佫无偌久，这个表示煞会当做两岸吼海诶两岸吼的文化交流安尼吼，所以台湾的庙哎去当去甲福建安尼去遐挂香。啊，福建的庙嘛，当来台湾安尼，煞嘛做甲讲是两岸迄个文化的交流安尼。啊，今啊，这煞庙是真兴旺啊！啊，所以政府的官员啊，甲候选人、甲各界政党的候选人，拢着去迄个庙寺参拜啊，作秀安尼。啊，所以这庙寺就真兴旺。咱即马现在伫台湾。有12,000间，也是登记有案的庙寺安尼。啊，相反，那咱来看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唔八要甲这个政权挂钩吼，咱拢一向拢是徛在伫咱的真理安尼，啊，咱无要甲迄个政权妥协安尼。所以，从日本时代，咱就有种种安尼，有时甲日本政府嘛有真大的冲突。啊！以后咱嘛是伫真困难的中间，伫咧传道理。咱的遐教会领袖啊，黄宗辉牧师啊，这个啊郭振明牧师，因拢安尼受各种的诽谤安尼吼。所以台湾的教会拢是真困难，要成长真困难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到即摆吼有1,200间的教会，拄啊即个庙寺诶10%安尼，庙寺是12,000间。啊，台湾的这1,200间的教会内面，佫真侪迄个真弱小的，拢是50个人的迄款的教会。啊，到即个庙寺吼，迄神南信路顶，拢袂比得安尼吼。啊，毋过吼，最近吼，即个伫台湾掌管60-70档的政党，煞开始地基咧摇动吼。啊，即个地基咧摇动咧吼，嘛煞着影响着遮个庙事安尼。遮所以有人嘛是咧问，讲哦，即啥物梁山寺的啥物法师啦，啊啥物和尚啦，啊，因敢真正捌偌济道理，啊，因有偌济学问。啊，嘛有人咧问讲，哇，遮个庙寺吼，因遐个钱财是安怎管理？啊，因个孝是安怎记咧记遐个孝？嘛有咧问安尼。啊，甚至最近嘛有迄个教会煞完全脱离迄个甲掌管遮个挂钩吼，完全脱钩，煞叫迄、那个啊太阳花诶迄个陈非凡吼。去因遐做大庙的开讲，对，啊出席的人真济，所以就安尼甲政治安尼脱钩去安尼吼。所以我咧看吼，讲无几档，那是即个统治台湾60-70档的政权吼，啊无像伫拢倒去吼，我看遮个庙事原来有问题安尼吼，遮12,000个庙事的神南信路。啊，因的水准嘛不止悬，因无定要经过遮个人生的风波，无再要求妈祖婆，是要求咱迄个甲人同在的独一的上帝。哦，啊那呢，迄个福音大爆炸伫台湾嘛是真有可能。所以我今仔日讲这个道理，讲。甲人同在的上帝，迄、那个意思，我是咧讲，甲人同在当中，这个是会打动人的心的信息。所以咱大家正信徒，咱大家拢得爱准备，家私着准备好够，哪着准备有够大，通好去修行，
迄个福音的果子。安尼阿妹，啊，请咱大家来祈祷。